OK， 大家今天过得好吗？哦，今天又到了中午用餐时间，十一点半了。今天带大家去这个中钢路，我们现在在中钢路上，哦，右转大业北路旁边的小青算是自助餐，也有卖饮料。来去看它的菜色如何。哦，旁边有助手俊杰。嗨，哎，大家好。嗨，大家好。哎，没有车，好，非常好。这边你应该没吃过。小青现炒小吃泡沫红茶，它的饮料不怎么样，很普通。我这边买了，赶快走，这边都画红线。好，我们下去包便当，雪泡槟榔也是他们开的。去包便当。哎，加班包便当，来自己来。那你要包面吗？没有，包包子名字啊。哎，包几股？可以啊，是可以啊，好不？来自己来。快好不？这样子。包我炸了。包我炸，你妈你敢用？姐可以啊，包我炸。好。没有。是饭还是面？你要多。哦，好多。要辣吗？先生，面皮没香不？没，蚂蚁没香。还是你要吃面？另外一家。我吃面了。啊，来吃吗？一家好不好？不用。花椰菜。也可以拌饭拌面啦。没有，我就吃面。呀，就是直接吃面就够了啦。啊，对。够了，谢谢。好，青菜要多吃，蔬菜才会健康。然后这边是鱼，有鱼，排骨。哇，你要这鸡腿太大了吧？阿宝在接啊，有小只有大只。这是排骨。喜欢吃什么啊？有小只有大只啊。排骨，好。排骨，这个是什么？那个是腿排，腿排，鸡腿排，这个应该也蛮好吃的。还有无锅鱼，还有炒面，好，给老板娘算。要回家吗？要。七十，好。不要偷穿物件。一点爱看的。啊，好，谢谢。OK 的，你要喝饮料吗？没有，好。还是这边也有啊，冰箱饮料。好。没有来吃过哦。没有。吃看看，很多司机都喜欢来这边包。好，待会再来吃饭。
开箱。我们先来看这个60块，你的60。好，炒面、虾子，还有咸鸭蛋，没有清汤。啊，对哦，它没有清汤哎。来看我的70块。我的70块排骨便当，哦，他本来想加鸡腿，可是他鸡腿太大，我排骨这样算大块了吧？可以，可以，哦，可以，吃得饱，没错。哦，排骨70块。是肉食主义吗？对啊，又吃起来 看起来像素食。对啊，我这样子，清淡一点。嗯。刚刚有嚼它的那个麻油腰子的汤。排骨哈，嗯，口味如何？好吃。哦。还会再去买吗？会啊，下次。有骨头，还有排骨有骨头。
缺点，没有汤哦。以上就是大业北路小青自助餐嘛，算自助餐了。对，自助餐炒面、炒饭，便当、饮料都有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。